我还没进游戏呢，就看到一个小金人跌跌撞撞向我跑来。不对，这是小金牛吧？这还有奥特曼，干他干他！哎呀，完犊子了，挡不住啊！那这还玩个屁呀？开玩笑呢，搁这。开局给了咱们三个奥特曼，一个强力型特利迦，一个复合型特利迦，一个空中型特利迦，就是总感觉差了点东西。咱们的面前是个牛子罐，牛子罐，牛子。兄弟们，咱们长按这里的点赞，我带你们开个科技。哎，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小金牛、铁门、矿工，还有贝利亚奥特曼，还有雪橇车僵尸，还有小丑僵尸，那我就不怕了，兄弟们，咱们直接开矿工僵尸。这玩意儿就是来给咱们送卡片的，啥用没有，吃的膘肥体壮，还只知道挖洞，给了两个大黄油啊，不是唐三，继续开。这次咱们开后面的雪橇车小队，看看给什么好植物。泰塔斯奥特曼还行，不过能不能来个紫卡呀？有了有了，双子格力桥，这里还有地磁王，直接开出前面的小金牛。今天就让泰塔斯来会会你。哎，樱桃，那这不用留着过年呢，直接开罐。高斯奥特曼，那太好了，兄弟们，直接种在第二思路，再把后面的小金牛开了，接受高斯奥特曼的爱吧，成功策反，上吧小金人，给我咬他们，直接开出巨人僵尸。虽然咬了一会儿就溜了，但毕竟输出了嘛，你看这不就来了吗？格罗布奥特曼，那剩下的这些罐子就一起都开了吧。等会儿火花棱镜，哎呀呀呀呀，那太好了，兄弟们，咱们弹幕评论特利迦奥特曼，一起变身闪耀永恒特利迦吧。闪耀永恒特利迦来自超古代的希望之光，兄弟们直接把最后两个僵尸罐子开了吧。哎，我钱袋呢？我钱袋哪儿去了？哦，原来还有最后一个僵尸罐子，是藏在这下面了呀。咱们铲掉这个唐三，直接开出小金人，一起给我揍他。小金人下来了，吐了个冰球，不过没有关系，第五路没有什么好植物，咱们也不需要阳光了。现在小金人开始放小金牛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咱们有一对灰烬，直接给他来一发，就是闪耀永恒特利迦。好，哎，那再过一会儿，小金人就可以一路爬回自己的母星了。最后一波了，兄弟们，一起释放闪耀再配利耀光线，给予他最后一击吧。